小子，你是嫌命长了，这样和我说话，我张斌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你不把神力交出来，信不信我毁了你的神域核心？这个山马特是张斌，拥有5000矮人军团核心眷族的强横校霸，神力没有，要命有一条，就看你敢不敢拿了。这个蔡京是我，韩武，确切的说是现在的我。 一个核心眷族是废物蝗虫的渣渣，而我为什么敢这样和校霸交班？这就要从一天前说起。没错，我穿越了，穿越到这里，人人都可成神的神域世界。只是，这个身体的主人是一个苦命的废渣，一个18岁觉醒神域，却只得到蝗虫核心眷族的可怜虫。儿子。 爸妈迷失在帝都血域的乱刑，他们一定还活着。如果你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去把他们找我。韩武，你如果愿意当我的奴隶，每天提供充足的蝗虫给我的雷雀当口粮，我可以保你到高中毕业。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韩武，周一上学给我带100点神力，你敢不带了？ 我就率领我的矮人军团入侵你的神域，毁了你的核心，让你前途尽毁。开局地狱难躲，这局怎么破？凭蝗虫眷族，我这辈子都进不去顶级高校帝都学院，更别说去找失踪的父母了。不过当务之急是要过了张斌这关，伸长脖子挨宰可不是我的风格。正在连接神域。 这就是我的核心眷族了，一群悠闲卧草的蝗虫。查阅。按照前世的记忆，好像没有天选之子和生命献祭这两条啊。解释词条：天选之子，难道是我穿越过来后额外赋予的技能？生命献祭。 这应该是在神性生物阶段额外获得的，具有唯一属性的能力。单靠天选之子所赋予的额外属性能力，我以后一定能超越很多人。但我现在真的超弱呀！我懂了，嘿，敢欺负到我头上，看我明天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韩武，赶快把100点神力交出来，别逼我们动手。那就来试试。哦，你敢这样和我说话，你不把神力交出来，信不信我毁了你的神域核心？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啊，嘿嘿，秦爽。韩武，你想好没有？当我秦爽的奴隶，我保证高三毕业之前，没人敢欺负。 我拒绝。什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没有我的庇护，你会被那群人压榨到死。或许情况真的如你所说，但我还是选择拒绝。我韩武虽然没权没势，但我有属于自己的尊严。你愿意庇护我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没有别的事，那就请回吧。韩武，你会后悔的。韩武，你也就配给秦爽当饲料。 现在没了秦爽，我看你还嚣张个毛！打一场，打一场！蝗虫眷族简直就是拉低我们班的平均实力水平，赶紧把他解决掉，别让他在我们班里恶心人。入侵卡价值10点神力，锁定目标后会在目标神域内生成一道空间传送门，从而实现神域之间的入侵。对付你这样的垃圾，10点神力算是看得起你了。 我以矮人之神的名义命令你们，矮人军团毁灭那群恶心的蝗虫，捣毁这片神域的核心。张斌的军团又增加了至少1000名，还都配备了铁器。
这时，已经能挤进年级前50了吧？快看，最前面的是精英生物，竟然已经诞生了精英生命体。韩武这次铁定是完了！快看，那些红色的是什么？自爆蝗虫，精英生命体。韩武的核心眷族不是普通蝗虫吗？怎么会有精英生命体？而且数量还那么多。精英生命体又怎么样？ 蝗虫成了精英生命体，也比不过普通矮人的战斗力，垃圾就是垃圾，再多也无用。保留着1000万成虫来维持种族延续，涉及的24亿9000万蝗虫，通通献祭。 10000颗布林战石固然能解决当前危机，但伤亡后无法补充。这次度过危机，那下次该如何应对？生命泉眼属于长期投资，也是我当前的刚需，但无法让我应付明日的霸凌。至于选项三，属于对核心眷族的投资，可持续作用于核心眷族，虽然不强，但眼下只能选这个。 如此威力绝对炸不死普通的矮人，但若是把数量堆上去，肯定能重创他们。那就再多生成一些吧。这怎么可能？就凭这群蝗虫，竟能让我的矮人大军损伤大半？ 剩下的矮人，快给我回归神域！现在想走了，晚了。所有禁足，穿过传送门，反向入侵张斌的神域。韩武，快命令你的眷族从我的神域里滚出去！我认输，把你的蝗虫从我神域里撤走，让我的眷族回归。 你不是想要击碎我的神域核心吗？既然你输了，那我反过来击碎你的神域核心也理所当然的吧？你真的错了，爸妈绝对不会放过你。爸是半神，我妈已经将近是半神，他们一定不会饶过你。我不提现代价，放碎他的核心。停手！快停手！我认输，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欺负你。 你是不是有点尽管急？我绝没满足你，总之你快住手！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我只要你成为废人，让你也尝尝被霸凌的滋味。够了，韩武，给我停下！韩武同学，住手吧，你已经赢了，又何必赶尽杀绝？刘老师，快阻止这个疯子，我父母一定。 刘老师，快救我！韩武，我说话你没听到吗？刘老师，我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作为班主任，自然能够感应到班级里的一切情况。好，那我再问你，我在被张斌殴打、被勒索、被霸凌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为什么不出现？切，你有半神的父母吗？我何苦为了帮你而得罪张家？你先停手。 我待会儿会给你好好解释此事。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被攻击神域核心的人是我，你会站出来阻止吗？好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的神域，刘老师。 请你离开我的神域！啊！没了，全都没了！韩武，你给我滚出来！韩武他人呢？他回家了吧？这种学生就敢开除！开除！统计战况，看来以后得多培养些自爆蝗虫才好。不过。
这次得到的张斌的神域碎片正好可以融合到我的神域中去。融合？收获还算不错，这些东西估计能撑到毕业了。只不过，你竟然敢击碎我的神域核心，我的半身父母一定不会放过你。这事儿肯定没完。张斌的父母来兴师问罪的话，就看刘乐天的态度。学校也不会保护我，看来还得发育。看看有没有人能拿好东西来跟我换吧。啊，这么快就有人来了。我记得熔岩火晶能增强眷族火元素的耐性，提升暴力威力。有它，我们自爆红头就可以二次发育了。走你！这爆浆蝗虫杀伤力差不多等于一颗手榴弹，而且还有岩浆飞溅效果，能造成大面积杀伤。我这是拥有了一堆高爆手榴弹吗？现在神域核心破碎，再无重塑可能，学校必须得给我个交代。您先冷静一下。据我们所知，这场入侵战是由您的儿子张斌引起，并且张斌同学平日有多次霸凌同学的违规记录。啊？你的意思是，我儿子神域核心破碎完全是咎由自取？难道你们学校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你们这群当老师的就没责任？那个击碎我儿子神域核心的学生也必须受到惩罚，必须开除。我们了解过整件事，是张斌同学主动入侵韩武的神域，韩武在这次对抗中靠自己的实力没有作弊，我们没理由开除他。好啊，你们居然包庇一个破碎同学神域核心的坏学生，这就是你们学校的教育宗旨吗？杜女士，请不要混淆事实，韩武同学一直都是个遵规守矩的好学生，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您的儿子张斌曾多次霸凌该同学。别跟我扯有的没的，我就问你开不开除他。抱歉，做不到。徐主任，我可以接受学校不严惩韩武，但作为受害方必须要出口气。你让我出一支千人小队进入韩武神域，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再计较。可你是半神，他只是一个学生，就算你只出一千小队，韩武他够了。如果连这点小要求您都不答应我，那我也就不必再顾及学校的面子了。徐主任，可要想好了。用生长加速再生成一些爆浆蝗虫就行了。该来的还是来了。韩武同学，我是徐主任，关于你和张斌这件事，张斌父亲提出用一支千人小队入侵你的神域，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不会再计较，校方虽已极力庇护于你，可半神的千人小队足以抵得上普通学生的五万大军。韩武，你谢谢徐主任的帮助，您放心，明天我会去学校迎接这场挑战。哎，看来还得抓紧提升，是时候发动第二次生命献祭了。亿万献祭，发动。48亿蝗虫换来的宝贝确实不错。嗯，我看看，斩铁剑锋，风族英雄生命体，就你了。血剑，没问题。这两天培育大量蝗虫，所得的信仰之力满1亿后就会凝结成一点神力，再加上之前麦地剩余的神力，我共有54点神力，就先用这个吧。暴风大剑，暴风大剑信仰装备，由稀有材料加信仰之力打造，具有某些特殊效果。神灵啊，我还需要3把同样的武器才能触发出最强的实力。啊，还需要3把暴风大剑，说得轻巧，那可是150点神力，你当神力是大风刮来的吗？事关明日与张刚半神的千人军团对战，只能先试试看了。
还捂着颗榆木脑袋，被压榨死算了。我爷爷是真神，家族里还有23名半神亲戚，还护不住你吗？接通！怎么？你改变主意，同意做我的奴隶了吗？并没有，我只是想找你借点神力。啊？你找我借神力？那我倒问问你，你拿什么还？用你那垃圾卷族吗？ 别以为在入侵战里打败了张斌，就以为自己很优秀。你的自爆蝗虫也只是勉强挤进精英生命体行列，压根没有多大的价值。算了，打扰了。哎，我在干什么？为什么刚才挖过的话脱口而出？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他会不会误会啊？啊，一定会啊！我个笨蛋。喂，怎么了？借多少？ 我给你，哦，四把剑，感觉就是不一样啊！就是借光大人，这我可是倾家荡产啊，可要争气啊！他竟然还敢来啊！真不怕神域被半神的千人军团踏平吗？飘了吧这是？不知道他神域核心被攻破的时候还能不能这样淡定？看来大家都知道了，等着看我的笑话呢。 你借我神力是为了提升自己和半神比试，我劝你不要白费力气，哪怕半神只出动一个千人小队，也不是现在的你能对抗的。我没有别的选择。你有，只要你成为我的奴隶，我会联系家族给张刚施压。他家只有一个半神，而我家有一名真神，还有23个半神，他不敢不从。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还是要为对付半神的千人军团做准备。你请回吧。 韩武，凭什么被秦爽区别对待？你个废物，你个垃圾！今天你必死！二位请。韩武，快给我起来，上来给张斌父母赔罪。原来就是你个小杂种，毁了我儿子的神域核心，看我今天不撕了你！韩武，还不马上过来！不要耽误张先生的时间。我要等许梅主任来做见证。你这点小事儿。 也配让徐主任见证，有我见证，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现在快开始，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刘老师是想对谁不客气？徐主任，这点小事儿，犯不上劳烦您出面。我就是教训一句我的学长。刘老师别忘了，你是学校的老师，不是某位半神的仆人，懂吗？既然徐主任到了，那咱们就开始吧。韩武同学。 准备好了吗？开始吧。这是全员精英生命体，为首的狼骑兵队长是领悟了超凡之力的超凡生命体。狼骑兵轻兽人和座狼的结合，并且还穿着整套的精良装备。韩武完了。 你敢破碎我儿的神域核心，今天我就血债血偿！狼骑兵可以拆开算作2个战斗力，说是派遣1支千人军团，这分明是2000战斗力单位，这是使诈！狼骑兵，近700万精英生命体黄铜，昨天不只剩下了20000吗？这繁殖力也太恐怖了，可惜啊。 没有足够的时间成长，现在的韩武根本扛不住狼骑兵的冲锋。百万自爆蝗虫牺牲，换来的仅仅是几名狼骑兵精英，不好打呀！他确实是名人才，只是遇到了跨不过去的坎，否则必能在学校闯出一番名堂。哎，那是什么？爆浆蝗虫，进！ 这是什么情况？一种爆炸威力更大，还能建设岩浆的蝗虫，究竟是什么物种？超凡生命体吗？有没有拥有探查能力的同学或者老师把那种蝗虫的信息公布一下？探查到了，那种蝗虫叫爆浆蝗虫，是精英生命体。韩武同学，好样的！被这样折，全灭我的狼骑兵！不，超凡之力！啊！
超凡生命体果然强大，居然还能释放如此大范围的技能，简直帅爆了！寒武的蝗虫群只剩下不到50万，里面的爆浆蝗虫消耗殆尽，这下他翻不了身了。什么是绝望？心碎裂，血海，人，我孽缘你扁，击碎他的核心。 结束了，寒武神域核心前的是什么？那是剑风族，天生就是超凡生命体的剑风族。超凡生命体又如何？刚刚半神那里不也有个超凡生命体狼骑兵队长吗？等先让狼骑兵队长缠住剑风族，剩下的狼骑兵就会去撞碎寒武的神域核心。可看气势，这名剑风族并非超凡生命体。 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生命体，英雄生命体，老子奋斗数十年，也不过只培养出了一名英雄生命体。是高三的学生，何德何能拥有如此优秀的卷族？抢走他，要抢走这名英雄生命体，破碎神域核心，剑族的英雄生命体，除以我呢？ 杀！封城！旋风掌！传天式！我的天啊，这也太猛了吧！ 可恶！狼骑兵将领，给我踏平这片神域！张刚，你想违背自己的约定？校长，不敢！狼骑兵撤退。 不错。 韩武同学做得不错，但你也不能因为拥有英雄生命体而骄傲自满。英雄生命体并非无敌，以你现在的实力，还很难挤进年级前三。徐主任，我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我要换班。啊！韩武同学，老师承认之前对你的关注并不多，老师保证以后会好好教导你。 日常的教学资源也会适量的向你身上倾斜，请你给老师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这小子的表现有目共睹，稳定发展下去，绝对是能迈入一流学府，甚至搏一搏顶级学府。那我能得到的奖励可不得了，不能让他离开。我要求换班级。这你，韩武同学，班级并非你想换就能换，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如果你确实非常想换班级的话。 就要通过学校布置的测试，只要能通过测试，我倒可以给你办理班级更换。那我申请参加测试。徐主任，我也要申请测试。秦爽同学，如果你对老师有什么不满意，你可以说出来，老师肯定改。咱们没必要闹到换班级的地步。没什么不满，就是不想待了。徐主任，我也申请参加测试。张小龙，你可是班长，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刘老师。 谢谢您这些日子的关心和教导，但我不能留在这个班了。秦爽，我不能让别人得到你。明天给你们准备测试，刘老师，你跟我来一趟。韩武，告诉我，你的英雄生命体是怎么回事？这事和你没关系吧？你可欠我150点实力，如果你还不起，就得给我当奴隶抵债。所以。 我有权知道你的英雄生命体是怎么来的。你如果想讨债，我可以先还你5点神力当利息。但如果你想打听英雄生命体的信息，抱歉，无可奉告。可恶！就凭这点兵力，明天的测试有点悬呢。伟大的神明啊！逃走的狼骑兵就藏在矿山中。
是否去把他们消灭？张刚的眷族留在自己的神域中，终究是祸害，必须尽快铲除。但直接杀了，未免有些浪费。你去把那些狼骑兵抓起来，要保证他们活着，我有大用。遵命。哦，这机甲不错呀，但我这没智慧的蝗虫能开吗？哎，熔炉也是，难道指望蝗虫锻造吗？哨塔，就我这一眼看到边的小家业，哎，竟然没一个合适的。哎，等等，我好像还有从张斌那儿拐来的几百矮人，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鹰眼发动，神灵啊，感谢您赐予我们的美好生活。看来矮人的天赋和热爱都是挖矿和打造装备，张斌逼迫他们战斗，反而压抑了他们的天性，让他们做后勤资源，这样熔炉就能派上用处。我给你们大礼，就是锻造装备。神明降下神赐了。诸位，关于韩武、秦爽和张小龙三名同学的换班测试，学校将主导权交给了我们，不知道诸位有什么想法？还能有什么想法？自然多谢刘老师的馈赠，三名尖子生集体换班，你这是在给兄弟们发福利啊。秦爽同学和张小龙同学的测试我不管，但韩武这种不尊师重道的，我要求必须把测试等级提升到最高级。我刘某人平日里没有麻烦过大家，这次就请大家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给我个面子。我生平最看不上的就是忘恩负义的人，这个忙我帮了。负义？因为韩武三人换班的事，害我昨天被许梅骂了半天，还因此丢了这一学期的绩效。韩武，你等着吧。张小龙、秦爽、韩武，这是你们的测试要求。关于韩武的测试，刘老师是否再斟酌一下？不用斟酌了，这是年级所有班主任的决定。没关系，徐主任，刘老师也是希望我能在新班主任面前展现实力。刘老师对我如此照顾，我定不会辜负于他。你别得意。韩武，我的话依旧有效，只要你愿做我的奴仆，我保证整个学校再没人敢欺负于你。好意我心领了，咱们测试后见。木头脑袋。韩武，你就等着出丑吧。测试开始。听说韩武的测试难度是最高的，谁叫他惹毛了刘老师，等着看好戏吧。这可恶的刘乐天，你真不当人呐，看我的胳膊里还这么多。韩武，怪就怪你拒绝了我的好意。一万名吃哥布林大军足以把你的神域打穿。刘老师，恭喜你大仇得报。哎，师生之间哪有仇。这次测试之后，韩武同学定能理解咱们当老师的良苦用心。加油啊，韩武同学。出击，蝗虫军团。我求之于。没办法造成任何伤害，这样的话，自爆蝗虫，出击！哎，你看，秦爽和张小龙都已经完成测试了。徐主任，韩武他怎么样了？局面不太好，蝗虫终究只是低等生物，就算培养再好，也上不了台面。爆浆蝗虫出动！韩武同学这次麻烦了，他虽然还有一名英雄生命体做底牌，可就算英雄生命体再厉害，也斩杀不了6000多赤哥布林呢。上他狂，赤哥布林大军打碎他神域核心才好。韩武同学，坚持不住就认输吧，失败并不可耻，我相信
只要给你时间，你很快能再一次崛起。徐主任，我既然已经决定换班，就会坚持到底，哪怕拼至最后一兵一卒也在所不惜。更何况我还没输呢。集体能出击暴风斩。我之术。韩武的英雄生命体似乎受到了重创，韩武要完了。韩武同学，这就是老师教你的最后一课，你就好好学着吧。那是什么？云军团？这怎么可能？无神杀！那不是之前张斌的核心眷图吗？人才啊，韩武这都能向其驯化，此等能力稳入年级前十啊！哟，好样的，赢了！可恶，可恶，可恶！秦爽同学，来我的班级，我手头有最适合雷雀的资源，供你的眷族快速提升。张小龙同学，我这里有魔物类眷族培养的秘法，只要你来我班级，我就把它传给你。韩武同学，我愿意为你提供一支更强大的矮人军团，来我的班。秦爽，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徐主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测试难度和别人不一样？个人测试难度是由年级所有班主任共同决定。这样啊，我想看他们的投票情况。拿去吧。这我就不该帮刘乐天。可恶的家伙，这下全完了。两位老师，谢谢你们投了反对票。如果我加入你们的班级，你们能给我什么？韩武同学，今天的测试我看到了你在矮人眷族培养方面的能力，如果你加入我的班级，我能为你提供一支不下万名的矮人队伍，靠着这支队伍你必定能稳居年级前十，未来踏入一流高校不是问题。我认为核心眷族的培养才是最主要的，我手头有几件对虫族眷族非常有用的资源，你若是能加入我的班级，我愿助你完成蝗虫眷族乃至整个种族的生命蜕变。天文老师，我愿意加入您的班级。天文老师，我也愿意加入你的班级。天文老师，请让我加入你的班级。哇，这是今年拿优秀教师奖励的节奏啊。好好好，来都来，来我的班。这是老师给你们的进班礼物。二级建筑卡虫巢，每年可孵化100万只虫族，效果可将镶嵌在虫巢上的圣物效果完美展现。镶嵌效果，那我把爆裂之心和熔岩火品两件一级圣物加持到虫巢上，岂不是每年都能获得100万爆浆蝗虫？谢谢老师。嗨，感激的话就不要说了，拿出更好的成绩才是对你我最好的报答。诸位，今天的换班测试仅仅是一个试炼，无关紧要，但七天后学校组织的统考可是重中之重，关系到日后各班级资源分配以及诸位的年终考核，剩下的不用我多说了吧。明白。上次考核实在是太惨了，若是以这种实力去参加七天后的统考，成绩估计会在全年级学生中垫底，看来还得继续保命，先把黄山培育起来。等等，赤裸矮人必须要亲眼见证一下。居然进化成了天生的精英生命体，矮人的进化潜力果然强，可惜不是我的核心眷族。唉，只能先用生长加速把眷族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很好，蝗虫数量达到73亿。保佑保佑，这次能有好东西。生命奇迹来了，这也太给力了吧。宝石律法能把普通蝗虫变为精英蝗虫，英雄模板能够让一尊超凡生命体进化为英雄生命体，一点神性那可是相当于一亿神力，这不就是中彩票吗？选项二三都是极品，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提升眷族实力，虽然现在养不起几十亿精英生命体蝗虫，但先用在虫巢上
每年定向培育百万的暴食蝗虫，还是没问题的。哇，我的天，你是巨虫还是巨蜥？我宣布，你就是爆浆蝗虫 Plus 炸浆蝗虫。韩武，你考虑好做我的仆人了吗？你没有后台，没有资源，凭现在的实力，从众多半神子女中脱颖而出是很难的。虽说你蝗虫培养的不错，但终究太弱。矮人培养方面虽然亮眼，但那不是你的核心眷族。好意我心领了，至于能不能行，考试后就知道了。你，气死我了！韩武，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从秦爽的视线消失。今天的统考，事关班级未来资源的份额，非常重要，还请同学们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实力。至于成绩优异的学生，圣物、神域土地、核心碎片、眷族军团等奖励就在我手里，只要你们有能耐，尽管拿走。下面是统考规则。淘汰者就退学，这也太狠了吧。不过考核的奖励应该。为了奖励，拼了！统考现在正式开始。本届统考第一轮淘汰考核即将开始，请各位考生坐好。三、二、一，开始！所有眷族们，备战！血肉魔鬼，淘汰赛而已，不是这么打的吗？虽是普通生命，但有着堪比一般精英生命体的战斗力，皮糙肉厚，极其抗打。好在行动缓慢，五万暴浆蝗虫出击，全军自爆。没有火焰抗性，再弱的食材，不用想，这不刚好被蝗虫了吗？赤裸矮人，夺回尸体。是。这吃了大补啊，这哪是考试啊，分明就是上菜啊。哎，又一个被淘汰了，我本来还挺看好他的。哎，我班里已经淘汰20个了。我班里更惨，已经有一半学生被淘汰，这次统考难度是不是有些超纲了？校长和三名副校长在前线和魔渊文明争夺位面，选择血肉魔鬼当淘汰考核的敌人，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这些半神不便揣测。竟然能够抵抗血肉魔鬼血肉里蕴含的毒素，好小子，别人视为噩梦的血肉魔鬼，到了他这里居然成了饲养眷族的食物，真有一手。蝗虫能无视血肉魔鬼的毒素，这可是个新发现，有研究的价值。哼，只是走狗屎运，歪打正着而已，论实力他的蝗虫就是垃圾。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另外他蝗虫的实力可不弱，超凡生命体蝗虫虽说是超凡生命体里垫底的存在，但也是跨进了超凡的门槛。综合战斗力也就和普通生命体的哥布林旗鼓相当，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哥布林。刘老师，这就片面，你不能总拿蝗虫的缺点和其他种族的优点比。我就问你，蝗虫一年能让族群扩大百倍千倍，哥布林行吗？我不跟你争这些，咱们看结果。我班里有个叫刘默的学生，他的眷族就是哥布林，我敢打赌刘默的最终成绩一定会比韩武更好，你敢吗？有什么不敢，赌就赌，我赌我们班韩武的成绩一定比你们班刘默好。好，在座各位做见证，就以5点神性作为赌注。成交。铁门，这次你还不赔死，刘默可是我亲侄子，我给他资源，你能舍得给韩武吗？淘汰赛结束，通过考生430名。怎么还有130个人弃考？没出息的怂蛋。哎，别怪同学们，这次统考的难度很高，有人退出也是正常情况，能够在艰难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学生才是我们日后该培养的目标。排位考核现在开始。就撤，这不是送分吗？哇，这可有10多亿饥渴难耐的蝗虫宝宝们呢。骷髅兵，你这是在为难我胖虎。10亿蝗虫，吃了他们。
可真是菜鸡互啄啊。自爆蝗虫出击，爆浆蝗虫辅助。是。如果岩浆持续攻击，骷髅兵就能从岩浆里游泳过来。赤裸矮人将大熔炉里的赤裸岩浆倒入岩浆地面。这些骷髅兵现在只要一出传送门，立马上天。我可真是个天才！我去，这年轻人想法真别致。哈，也不看看这是谁班上的小可爱。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扛到了第七波吗？我们班刘墨也进入第七波了。一级箭塔13座，一级闪电塔9座，一级火球塔12座。刘墨这孩子家里是有矿吧？谁有我狠？投入了这么多资源，这次统考第一还不是我们刘墨的。我去，秦爽好强啊。比不了啊，别人是家里有矿，秦爽是矿里有家呀。好无人性啊，我一个半神都没他底牌多。看我都是你，让你付出代价。第十波结束，剩余考生18名。第十一波开始，难度大幅提升，请各位同学做好心理准备。这英雄生命体，也太难了吧，还没到三分钟，八个学生就淘汰了。等等，有人作弊。为什么寒武神域里的古巨人这么小？有问题，绝对有问题，寒武他作弊。这是因为寒武的神域内大多数的碎骨都被岩浆烧成灰了，控骨者没有足够的碎骨，自然没办法发挥了。成天师第十一波清洗通过。作弊！韩武肯定偷了题。你有什么证据说他偷题？天文，你是在包庇你的学生，小心我向教育机构投诉举报你。大家都是明眼人，我问你，谁会在击败骷髅兵以后主动清理战场？除非他提前知道后续有控骨者出现，清理碎骨能够有效降低控骨者的实力。你胡说！我严重怀疑韩武提前得知了考题，这是严重的作弊行为，学校必须严查。这次统考内容是校长临出发前布置的，在统考开始前谁也不知具体内容。如果说韩武在考前就知道考试内容，那除非是校长泄密。刘老师，你觉得校长会做这种蠢事吗？这或许是我想错了，但就算韩武没有作弊，他的成绩也有很大水分，对于其他同学来说非常不公平啊。刘老师，你作为一名半神，知不知道自己的话有多可笑？神域文明培育种子，讲的从来就不是公平，而是优胜劣汰。不管韩武同学是凭借什么取得的好成绩，只要他不作弊，这份成绩就该属于他。还有，你通过职权私下对侄子刘墨进行资源倾斜，这对于其他同学公平吗？秦爽同学家里资助数千万神力，对其他同学公平吗？好你个混蛋，原来刘墨是你侄子，难怪你要拿他和我打赌。要是刘墨淘汰了，我看你还有什么说辞。看来只能到这里了，再耗下去必死无疑。我不打了，我退赛。考生刘墨弃权，考核结束。考核结果出来了，韩武通过了第十一波考核，而你的侄子刘墨没能通过第十一波考核。刘老师，五点神性的赌注不会赖账吧？请你保管好这五点神性，总有一天我会把他们都拿回来。哼，前三名出来了，接下来就看谁才能拿到第一名了。我退赛。考生黄飞弃权，考核结束。我退赛。考生秦爽弃权，
考核结束。啊，寒武第一了！炸天蝗虫，出击！风草。第二十波入侵结束，第二十一波入侵开始，难度大幅提升，请同学做好准备。BOSS 又来了吗？这也太大了吧！竟然是骷髅领主！挑战到头了，领主级，我的家底打包都不够别人在家蹦的吧？报告。我退赛。什么？哇！啊啊啊！这考试结束，本次统考结束，请各位考生退出神域，查看排名。刚刚那是……算了，先出去再说。啊，这。我是第一。田文班级共得分252分，位列榜首，超第二名20分，晋升三大尖子班之首。刘乐天班级共得分192分，位列第八名。第一应该是我才对。可恶。妈妈，陆霞没开除啊。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哇，好多奖励啊，寒武彻底发了呀。这么多奖励要兑换哪些？看来需要好好构思一下。哈哈哈哈，寒武，让老师我来帮你选择最合适的奖品吧。田老师果然靠谱。神域领土卡已成功兑换密林地形20平方公里。一级圣物兑换卡，兑换一级圣物毒物珠。神域核心等级加一，一级神殿建造完成。只能换一件吗？斩铁剑锋的四把武器已经够用了，换个看看。给赤裸矮人找了个锤子可还行，看来还不能马上使用，得等赤裸矮人里出一个火系英雄才行。算了，白捡的反正。经过上次统考，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精英，而对于精英中的精英，老师我绝不会亏待。有请咱们班的前三名上台领取班级奖励。韩武同学在这次统考中大放异彩，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现给予100班级积分，以及可以在班级高等资源宝库中任意选一种。下面是第二名秦爽同学，给予解释词条生命喷泉。就你吧。不愧是寒武，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恭喜啊，咱们的暴发户。寒武同学，你在统考中获得的那点神性卖给我吧，我用1500000神力和你交换。理由呢？这需要什么理由？只要你同意，1500000神力就是你的了。这笔神力足够让你买下一条蝗虫生命跃迁的路线。我不同意。哎呀，寒武同学，我祖父正准备晋升真神，很需要神性，你把这点神性卖给我，除了神力之外，我再欠你一个人情。1亿神力绝对是笔巨款，若是能获得这笔神力，我完全能够让神域承载蝗虫的数量上升数十倍，到时候这点神性早就赚回来了。既然如此，那1亿5000万，1亿5000万神力，你是真不差钱呐。原来如此啊。等等，这样说来，那个徐死原来是想忽悠我。滚。韩武，别以为你统考取巧得个第一就张狂，你给我等着。1亿5000万神力到账。我好想在天海里打滚啊。
一级神殿就建在赤裸矮人营地附近吧。生命喷泉就建在沙漠附近吧。假以时日，这片土地就会成为一方沃土了。我这次带来了新的神器，赐你们炼狱战锤。啊，伟大的神明啊，感谢您赐予的一切。还有这个，赐你超凡种子，以后你就叫神锤，希望你早日成为英雄，举起炼狱战锤。我还有事先走了。神明万岁。这个毒物珠是田老师让我挑选的圣物，但它有什么用呢？说曹操曹操到啊。曹田老师好，您找我有事？今日统考，我和刘老师打了个赌，结果我大获全胜，这份赌注也有你的一份功劳。那这是神性卡，1亿5000万神力，另外一个则是天魔虫诞下的卵，用秘法炼制而成的死胎魔胎卵，虽是死胎，但每日能产生十升魔胎素，低级虫族可以通过食用魔胎素同化为最低级的天魔虫。你入班时我曾说过会助你完成核心眷族的生命跃迁，这就是我所掌控的关于蝗虫生命跃迁的一条路。若是掌握一条生命跃迁的道路，蝗虫同化为天魔虫，眷族潜力虽不至于媲美秦爽的天生精英生命体雷雀，也能达到普通生命体哥布林矮人之流。这两者你选一个吧，就当是我赢了赌注给你的分成。我选择魔胎卵。天魔虫和毒属性的契合度很高，你可以把一级圣物毒物珠加载到核心上，效果绝对让你满意。谢老师，我一定不负您的期望。另外我想问一下老师，你有没有提供大量肉食的渠道？商城的肉食实在太贵了，肉质差一些也没关系。肉食吗？最近校长在攻略一个魔渊位面，应该有大量血肉魔鬼的尸体，我可以帮你问一下。那就多谢老师了。二级圣物暴食律法的作用太过强大了，现在神域里的蝗虫一个个都成了饭桶，干饭快得飞起，仅凭神域内的产出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将魔胎卵放在古树下可以产生魔胎素，蝗虫吃下之后应该就能进化了。看来已经有蝗虫吃到了魔胎卵产生的魔胎素了，也不知道这个茧能长出什么来。孵化了，这是天魔虫。虽然依旧是普通生物，但实力比蝗虫强百倍，没有繁育新鲜，只能靠魔胎素来同化吗？一滴魔胎素能够同化一只蝗虫，一毫升有20滴魔胎素，十升就是20万滴魔胎素，这样的话每日就能够获得20万只天魔虫。这么快就大了两倍，那么暴食律法对它也有效，这岂不是很快就能晋升为精英生命体？现在把一级圣物毒物珠加在这神域核心，看看有什么效果。精英生命体，毒物天魔虫。哎，这可如何是好？如此多的碎骨和血肉魔的尸体，要怎么处理呀？尸体就算都封入卡内，卡片上的神力耗尽，尸体又会爆出来继续污染。田老师，他怎么找我？嘿嘿嘿，校长，贸然给您打视频，是想向您询问是否能提供血肉魔鬼的尸体。我有一个学生想要。你的学生要血肉魔鬼的尸体做什么？他准备用来饲养蝗虫眷族，之前在统考中曾食用过血肉魔鬼的尸体，并无不良反应。是前几日和半神斗法的小天才吗？没想到小小蝗虫竟有如此作用，可惜魔渊的生存条件太差，否则引进一批蝗虫来啃食血肉魔的血肉也省我们很多神力。这里有100万具血肉魔鬼尸体，你先转交给他。校长，那位学生昨天的血肉魔鬼吃完了，他想问问能不能长期供应。什么？一天就吃完了，还想要长期供应？我也觉得这个想法有点过，所以……慢着，血肉魔鬼的尸体倒是管够，
但是长期供应就不能白送了。这样吧，一神力可购买100具血肉魔魁，10000神力起送。啊，好，我这就跟他说。这么多应该够了。生命献祭。不枉我120亿精英生命体蝗虫，选项一的5名超凡生命体巨人战士，以破坏力著称，哪怕是拿出去卖，一个都能卖出1000万神力的高价。选项二是，我天，3级毒爆术，这和我的天魔虫、毒物珠简直就是绝配啊！可是我的神域核心目前只有3级，没有多余的空槽来加载3级毒爆术。哎，可惜了，现阶段只能选你了。通过分解机分解的能量晶石，据说是魔法册眷族的10两，非常金贵。我这不躺着赚钱，先拿来铁矿石试试。哦吼，这铁晶石既是某些特殊种族的食物，又是不错的锻造材料，每颗还能卖5点神力，是个发家之道。神明啊，我们遭遇了亡灵的袭击，现在神锤族长正在与其对抗，希望您能赐下神恩接近我们。这是神殿在将信徒的心声传给我，但在我的神域中怎么会有怎么和骷髅领主有点像。查询信息。查询失败。啥？什么情况？斩铁剑锋，速来应战。对，卷风斩。归顺我，信仰我，你将获得新生。幼稚，神域不破，我的神性分身就能永存。给我继续打，打到他归顺为止。吾愿归顺神明。嗯，不错不错。这次可以查看你的信息了吧？骷髅族领主亡灵。同学们，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了吗？接下来这场考核是能够拉开你们之间差距的关键，甚至对你们未来会被哪一所高校录取产生影响。高校录取吗？这不正是爷爷的遗愿，寻找父母。一小时后你们将被传送到魔渊 C-793826 号位面，考试内容会在降临后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你们。魔渊的位面，那不是常年弥漫着魔气吗？眷族进入很容易被魔气所侵蚀，而且时常爆发亡灵天灾，这谁扛得住啊？切，这不就是为我准备的吗？韩武，走着瞧吧。哎，刘老师。小龙，是我。刘老师，找我有什么事吗？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是韩武吗？不用您说，我也会去对付他。好，不愧是我看中的学生。这是老师给你的资助，你先收着，对你考试有用。超凡生命体恶魔亚龙。韩武，这下你死定了。魔渊C-793826 号位面的考核已经开始，请各位考生注意安全。下面是考试要求，注意，在魔渊 C-793826 号位面中，若眷族化身死亡，将以真身降临，请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真实死亡吗？现在请选择以何种眷族化身降临。骷髅领主身为亡灵，应该对深渊有不错的适应性。啊，这是白骨精。都说魔渊是亡灵和魔物的天堂，名不虚传呢。暴翅蝗虫100只，冲阵！果然不是怂了，魔气真是眷族克星。小一、小二、小三，这次考核只能靠你们了。去，小一、小二、小三，把树上的果子摘下来。
收集什么？奇怪，玉本，不过一百积分任务要打半神，我铁定没戏。不过，小一、小二、小三，把这片区域的古魔果通通找遍。这里所有的古魔果都被我拿下了。虽说考核积分只能兑换一次，嘿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我真是个商业鬼才啊，这下什么资源都有了。哼，我还正愁该如何找你，没想到你自报位置，这次看你怎么死。卷族太菜果然积分难获取啊，不做些高级任务一会儿就被超越了，怎么办呢？乌龙兵这么多，不紧张，不紧张。嗯，我现在可是骷髅领主化身，能不能镇得住？试试看。尔等可认识我？我去，吓死我了，差点以为要嘎了。这也行？平白无故多了十几个骷髅兵真信徒。你起来吧，我的眷族们，带我去巡视你们的营地。赚了赚了，赚大发了。骷髅骑士，向我汇报情况。吾曾是第一军团成员，在一次战斗中和大部队走散，不得已才驻扎于此。为应对侵略，每天都有不少部族牺牲，现只能派遣骷髅兵寻找古魔果来提升实力。哼，该发力了。作为我的眷族，我必然会帮助你们提升实力。不至于如虎精石，其余装备汝等自行处理。多谢吾王，多谢。目标：血肉魔魁巢穴，进发。你去洞口溜达溜达，把他们引出来。剩下的在后面排。虽然血肉魔魁数量更多，但被骷髅击杀后能转化为骷髅军，此消彼长一些，必不如谁。血肉魔魁可以转化的差不多了，骷髅军听令，全军出击。无主大人，定，任务提交。好险，终于让我找到你了！没想到你暗地里还养着骷髅眷族。哼！一鱼恶犬，攻击！中啊！这才第二天就这么猖狂，若是再迟几天，还有谁能挡得住？今天必须解决了他！咱们无怨无仇，你为何袭击我的眷族？爷就是单纯看你不顺眼，给我死！无主！你就化成灰烬，在地狱后悔吧！还好是骷髅领主化身，只要骷髅兵不灭，就能复活。别傻愣着了，带上所有兵力，赶紧离开这里。张小龙，你对我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不对啊，退考人里怎么没有韩武？按理说被火焰吐息化成灰后，连带着本体也融化了才对。什么？竟然没死？难道他是骷髅领主？可恶！这次我就是浪费时间，要把你们诛杀殆尽。
给我搜方圆百里，不许放过任何一个骷髅。我赐予汝等古晶石，希望你们尽快增长实力，抵御强敌。多谢谷主。实力还是不够啊，要想被帝都学院看中，得要更突出的成绩才行。沉沦魔吗？表面阴险狠毒，实力平平，怎么被标到了80考核积分？莫非是数量庞大的原因？啊，这下冰原问题解决了。出发，目标沉沦魔部落。我们班黄飞目前已经建立了一支数量超100,000的魔化地精大队，考核积分达到了3200考核积分，稳居第一宝座。刘墨同学也不错，稍稍努力吧，还能争一争。哎呀，天文老师，你们班的韩武同学呢？这次怎么不灵了？早就跟你们说了，韩武那小子就是靠着取巧才得了统考的第一名，他之前一直是个吊车尾的废物。刘老师，作为老师，多少要留些口德。田老师，难道我说错了吗？韩武这小子就是个废物，无论给他多少资源，他也是烂泥扶不上墙。而且这小子还能不能活着离开考核都不好说呢。哼哼，那不如咱们再赌一次，十点神器，我就赌得冠军的还是韩武，敢不敢？我没有十点神性，但我有神职，我拿三级神职治疗和你赌。哼，成交。我的策略果然没错，现在我的骷髅兵大概快900,000了，时机成熟，冲锋。怎么还不投降？胜利！啊！努力了，布里巴卡。我去，骷髅复苏者，这可比骷髅骑士还强啊！有点东西了，这样我的大军就不会有损害了。大人，战利品，沉沦之源，可以触发生命跃迁呢。回头在蝗虫眷族身上试试。有这百万雄兵，我还怕张小龙个锤子？任务提交。下个任务是考核积分为70分的魔渊本土种族。开拔！短短三天，韩武从吊车尾一跃成为年级排名第4。田老师，你的这个学生真是个宝啊！他提升到年级第四名又如何？又不是第一。啊！徐主任，为什么只通报了关于韩武同学的高校邀请？目前还没有其他同学的高校邀请。啊，可排在韩武前面的还有3名优秀学生啊。高校发邀请的前提是总考核分数达到3000分，且完成一件80积分以上的任务，目前仅韩武同学一人达成。切，既然如此，只能避免韩武拿到剩下的主要任务了。小龙，剩下3个主要任务你要加油完成，绝不能让韩武抢了先。明白。我现在总考核积分3480，排第3，距离第一名还差130考核积分，起码要完成2项任务才行。就先去牛魔部落吧。这牛魔太厉害了，加把劲儿啊！你也不想被韩武得第一吧？废物，干嘛跟你联手？快闪开！还不行，我们撤吧。再打下去加点就没了。撤，撤退。这种级别的考核我们连手都过不了，韩武就更别想了。啥？这些事这么倒霉，竟然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亡灵天灾。小骷髅虽多但战力不行，
我们赶紧趁机冲出去。想走没那么容易，破虎者抽身。别路嘛，嘎叽嘎嘎，不叽嘎。怎么还有控骨者？这怎么打？还先走吧，别管眷族了，不然我们都得死。什么？张小龙同学，徐隼同学，别来无恙啊！韩武，你居然能操控控骨者？怎么，很惊讶吗？之前你莫名其妙的杀我，我可是也很惊讶的呀。张小龙同学，如今见面，咱们礼尚往来，送你上路。不要啊！韩武同学，咱们之间没有太大的矛盾，之前的误会我向你道歉，但你若杀我，对你没有半分好处。可是放过你，似乎对我也没什么好处。我把我在这个位面所得到的宝贝分你一半，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哼，成交，你可以滚了。我们投降，愿意归顺大人，求大人放我们一条生路。不错，任务完成。还剩两个任务吗？什么？只剩一个任务了？那刚才是谁？是他呀。那再想拿第一的话之一，你杀黑暗八人半神了。这个任务的难度未免也太大了吧。但是要想吸引顶级高校京都学院的注意，必须要拿到第一。小子们出发，目标黑暗八人巢穴。是大王。炼金术不知死活，金刚罩。他敢破坏我部族，击杀我族人，要诅咒你，诅咒你不得好死，诅咒我百世。所有雷拳一起发动攻击。成功了。毁杀魔王布阵。什么？这下麻烦了，这家伙皮糙肉厚，这点雷电根本伤不了他。韩武，怎么挑这么尴尬的时候联系我？哟，好久不见。哎，你这是在哪儿？装修挺别致啊。要你管。哎，合作嘛，看你的处境好像很危险啊。切，我为啥要跟你合？好吧，先说好，如果赢了，我要黑暗蛙人半身的神躯。没问题，我在沙漠，你派雷雀来接我的精英部队吧。雷雀集团目标沙漠，出发。哎，魔渊还有这么鸟不拉屎的地方？骷髅兵的流沙是根本走不了一点，会越陷越深，实在太……这么快就来了？这儿呢，这儿呢。出击，骷髅兵军团。骷髅兵单体真是战无渣之兵啊，不过还好把碎骨量堆上来了。是时候了，控骨者出阵。五巨人凝魂大满出击，打断他们翅膀。
小看你们了，但接下来我可要认真了。黑暗神树，暗夜。这是什么咒术？完蛋了，骷髅兵的生气都被汲取了。怎么办？怎么办？这下真要死在这儿了。神明啊，吾愿一战，吾等也愿一战。是剑锋斩铁和赤裸矮人啊！对，新的一天到了，可以引入新的眷族了。哦，神明啊，吾等已经做好准备，请献祭我们吧。我的皇城眷族们，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人命献祭。天，这是感谢眷族们。接下来，为了逝去的眷族，圣夺之光，三黑暗。怎么可能？我的黑暗神术可是神级，怎么可能被驱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看起来秦爽应该是被吞山魔蛙吞进肚子里了。赤炉、解封，去破开那只吞山魔蛙的肚皮。是。跟你出来吧，敢暗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变法球。我的吞山魔蛙，你们别得意，别想。我的眼睛，让我来，雷电法球，超负荷！放过我，我愿意献出我的所有来换我的生命。放过你？好啊，剑锋，放上天。按照约定，这些战利品都是你的。这些东西你真不考虑拿一两件？咱们早就约定好了，除了神躯之外，其他都是你的。这样吧，你拿去一些，就当是我还的利息。那我就勉强收着吧。韩武同学，本次考核干得不错，学校领导以及顶级高校的招生人员打算见见你，你赶紧回来吧。你们跟我来，等下说话都注意点，那些老师可都是真神。不知道这三位招生老师是否会看到我具有唯一性的神明天赋以及生命献祭能力。秦爽同学，你家是真神家族，资源充足，你在这次考试中得到的神躯是打算用来制造一名领主生命体吗？不知道你现在具有多少神性值。培养一名领主生命体，听意思成功的概率还很大。我们这些晋升半神多年的校领导都没人能培养出一名领主生命体，这秦爽还没晋升半神就能有如此规划。是的，我有四点神性值。好他个秦爽，竟偷偷摸摸地积攒了四点神性，这么说他身上至少有四亿神力，真是毫无人性。秦爽同学，你的条件完全满足我们三所高校的招生条件，等你完成领主生命体的培养后，可申请我们中任意一所高校办理预备生手续，提前体验高校生活。谢谢老师。至于韩武同学，韩武同学，我们看过你的资料，你的核心种族是蝗虫，没错吧？是的。那么你当前的神性值应该只有一点，我没说错吧？是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你神域里的剑锋族英雄，以及你这次考核中所展现出来的削弱版骷髅领主化身是如何得到的？看来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能力，那我也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了。这个问题我能不回答吗？
无妨，但还是很遗憾。韩武同学，虽然你在本次考核期间的表现很优秀，但某些方面依旧无法达到我们的要求。如果你仍愿意报考我们三所高校中任意一所，请保持住这份优秀，高考时我们再见。看来这些招生老师没有看到韩武的优秀潜力，可惜了。如果再给韩武一些时间，这些老师会争先恐后地邀请韩武入学吧。我明白了，谢谢各位招生老师，我会继续努力，咱们高考见分晓。祝你愿望成真。顶级学院的门槛高，这是公认，进不去也正常。如果你愿意，那边还有几所一流高校想邀请你成为他们的预备生。田老师，不用了，帝都学院我非去不可。你以后要去帝都学院？啊，是的，我一定要去帝都学院。迷失的父母都在帝都学院的乱星海里，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哼，挺有骨气的嘛。我也选帝都学院，不过我以预备生身份进入帝都学院肯定会被重点关照，那时咱们再相见，你未必能做我的陪衬，所以趁现在我还没有成为帝都学院的学生，当我的仆人还来得及。这家伙怎么总想找我当他的仆人啊？都一学期了还这么难缠，他的雷雀就这么想吃我的蝗虫吗？你的雷雀要是想吃我的蝗虫，我可以卖给你一些，至于当你的仆人是不可能的，而且那时谁当谁的陪衬还不好说呢。我还要整理这次的战利品，就先走了，再见。再见。我这是被他讨厌了吗？神性卡吸收。我现在也算是个小暴发户了，是时候给蝗虫眷族构建生命跃迁之路了。用沉沦之源构建沉沦之路，这样我的蝗虫眷族能获得更顽强的生命力，显著提升复命抗性和法术打击抗性。既然属于防护属性的亲族啊，那就叫你们沉沦虫吧。再用黑暗挖人之心来构建暗咒之路，如此一来，这部分眷族能够隐匿飞行，并且给敌人带来各种负面效果，走的是暗杀路线。嗯，就叫暗咒虫吧。神明啊，请原谅我弟弟的愚蠢，他竟然在分解矿石的时候失误，把神明赐予的圣物法杖也掉入了分解机内。神明啊，恳请您宽恕他的罪过。啊？啥情况啊？这也太败家了吧！神明恕罪，他就是把圣物掉进分解机的糊涂蛋，求求您饶过他吧，我们弟兄二人会用一生偿还。求大人恕罪。哎，起来吧，事情已经发生，再做什么都没意义，以后做事认真些吧。谢谢神明大人，谢谢神明大人。这是修复圣物，我的暴食律法好像是残破，难道可以修复？之前是1000倍，现在要求降低了，若是有足够多的生物之源，我岂不是能将暴食律法完全修复？只是生物之源需要从圣物里分解，我去哪里搞这么多圣物啊？修复这件既是神器又是圣物的武器，或许圣物之源能行。这么快？你真的能够帮我把我的武器恢复？我只能说试试。况且你发帖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一个好办法，再多尝试一次也没多大损失。你要是信，就发几件不需要的生物过来。我已经下载了神域反诈中心 APP， 你可别想蒙骗我。说吧，你需要几节的圣物？
四级以下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四级以上需要些时间。四级？这人富得丧心病狂啊。一级就好。要不要这么迅速啊？我去，这得有100件生物了吧？要不拉黑跑路？哎，算了，神域反诈中心一听名字就很唬人，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成了，这么多圣物之源，我摊下9块就当是损耗了吧。我去，大师，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在下袁仲，请大师一定要帮帮我。大师，您有什么要求，我一定满足。袁仲，袁仲，这也太会起名了。您可太客气了，我这个人呢，最喜欢的就是助人为乐，只是我也需要从中获取一些圣物之源。您要是觉得成，咱们可以继续合作。成成成，那可真是太成了，谢谢大师。嗯。四级神职治愈归你了。天文，人生路长，咱们走着瞧。嗯，韩武。田老师，您知道提升神域核心等级的资源怎么获得吗？我上网搜了搜，根本搜不到啊。哇，哈哈，像神职、神性、核心碎片等稀缺资源压根传不到网上，他们一上架便会被大财团买走，轮不到我们的。啊，那怎么办？我有个办法。曾经我因为神域核心等级太低，遇到属性好的圣物无法加载，有位关系不错的学长带我去名叫血腥竞技场的位面参加竞技，每场竞技的胜者都会获得主办方送上的神域核心碎片作为奖励。汉武同学，如果让你和其他神域公民甚至其他文明的种族进行对战，期间可能会造成大量眷族的死亡，但赢了以后能够获得神域核心碎片奖励，这种竞赛你能接受吗？没问题啊，我啥都缺，就是不缺眷族。也只有你能说出这样的话了。哇，这里好壮观啊。这种面具可以遮蔽半神以及半神以下的探查，这里毕竟是外域，咱们还是小心为好。请先填好报名表。这里的竞技赛按照竞技者的等级分为3种，分别是神性生物竞技、半神竞技以及真神竞技，除非竞技者自己特意要求，否则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跨级竞技的情况。还有竞技不限眷族数量，但想要在竞技中认输，需要眷族死亡率达到 50% 以上才行。头铁的选手会坚持到死亡率 100%。我签好了。已自动为您匹配对手，请做好战斗准备。战斗？什么情况？小子，虽然看不透你的信息，但我敢断定你是个新手。放心，鼠大爷最照顾新人，比赛很快就会结束。这小子一看就是个厨，没什么经验，第一场就要面对残忍的死徒，可怜呐。哎，温室的花朵被毒打几次就知道外域的险恶了。第一个对手看来就是这个鼠徒了，似乎口碑很差，是个残忍的家伙。请选手释放眷族，竞技正式开始。小子，想必你也没见过这么多眷族，害怕的话就乖乖放弃抵抗，等鼠爷杀光你的眷族之后就放你离开。跟我比数量。你的核心眷族居然是蝗虫，真是太可怜了。放心，鼠爷我说话算话，保证竞技很快就会结束。瞄准，发射！沉沦虫，防护！别停，继续射！蠕虫，偷袭！
魔球，出杀！这好强啊，完全就是碾压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的叔叔大运，怎么可能如我所愿？卷子残存术，别打了，我认输，我投降。本次竞技的获胜者是黄三，有请获胜者领奖。我的叔叔，这就是神域核心碎片，没想到竟是通过吸取眷族转化而成，和生命献祭的能力实在太像了。本场比赛正式结束，参赛者将传送回等候区。干得不错嘛，黄哉同学，第一次竞技就轻松拿下了胜利，让我赢了不少神力啊。看你眷族都没什么伤亡，有没有兴趣参加第二轮竞技？如果能连胜的话，获得的神域核心碎片会比这次多上一成。继续吧，我的眷族正缺少历练。看你眷族都没什么伤亡，有没有兴趣参加第二轮竞技？如果能连胜的话，获得的神域核心碎片会比这次多上一成。继续吧，我的眷族正缺少历练。啊，终于赢了，这次可是自爆了1亿天魔虫啊。不过89场连胜后得到的神域核心碎片真是大的可以啊，神域核心都可以升到7级了，但现在想要变得更强就难了，升到8级需要的碎片比前面的加起来还多。其实以你现在的眷族力量，我认为可以尝试一下挑战半神。以神性生物的身份挑战半神，得到的奖励会增多？是的，而且是你正常竞技胜利后所得的10倍。就比如说你下一局对战半神并取得了胜利，你将会获得90连胜乘以10倍的好处，也就是普通神域核心碎片的90倍量。半神吗？或许可以一试。你真的考虑清楚了？这可是越级挑战啊。是的，我确定。黄山这小子我听说过，是才进入血腥竞技场不过30多天的新人。以为在神性生物竞技赛里大杀四方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还想挑战半神，这也太猖狂了吧。半神拥有更高的神域核心等级，不但能够加载等级更高的生物，而且还有神职在身，能运用神术。究竟是谁给黄山这小子勇气的？敢挑战半神威严，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小子赔率现在是1赔100，大家都不看好你哦。田老师，我不能下注，你替我买1000万神力吧，压我赢。你可真敢呢。其实我也压了500万神力，老师的希望可全寄托在你身上了，你可一定要赢。等你赢了，老师我就买把神器奖励奖励自己。真的吗？多谢老师抬爱。等等，田门买神器是奖励他自己？那我有个毛关系啊。白激动。以目前的实力，暴食律法和毒物珠好像都差点意思。大师大师，今日份的圣物之源提炼出来没有？还没有呢。对了，你之前说4级以下圣物都可以找到是吗？大师，4级以下圣物我神域有好多存货，有需要尽管找我。那好，接下来我需要强大的2级圣物，属性最好是毒、地、暗、火这4种属性。没问题。我去，大师，等你的好消息哦。哇，真神是真有钱啊，这次抱着大腿了。2级圣物地火流浆球，具备地属性和火属性，能够增强眷族防御和抗性，提升眷族恢复力。2级圣物影钉，暗属性圣物，加载入神域核心后能够让契合的眷族领悟2级技能影钉。影钉通过钉射对手的影子限制对手行动，实现定身效果。太好了，分别适合沉沦虫和暗咒虫。记住了。如何？又进化了？这以后你的战斗就更稳了。请参赛选手进入竞技场准备。
碾爆他！相主，展示出你半神的强大实力！王三，你可千万要坚持住三秒，否则我就输惨了。今天一定是我的幸运日，竟然能在血腥竞技场上遇到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新手菜鸟。菜鸟，你准备好带着眷族赴死了吗？菜鸟，我很欣赏你挑战半神的勇气，但勇气不是实力，今天我就让你深刻了解一下半神的可怕。废话真多，出来吧，巨仙猛犸军团！碾压他，相主！哇，好壮观，太霸气了！二娘，该你了，尽你全力来取悦我吧。好，月族出动！这才是你真正实力，我开始有些期待了。马军团出战，暗兽虫出击！哎，大象好像被定住了，这是什么招数？攻击影子竟然作用到了本体！暴击魔虫出击！你这些超凡生命体蝗虫释放的毒物，最多削减我的巨型雷霆猛犸一成的防御，就这点虚弱效果，我的巨型雷霆猛犸站在原地不动，你伤不了它分毫。你确定？暴浆蝗虫出击！这小子想用数量取胜，不行，不能让他得逞。巨型猛犸军团出击，猛虎巨型雷霆猛犸，暴浆蝗虫出击！按神术，炮甲、血气、治愈。能够逼我动用神术，已经证明了你的实力。等击杀掉你五成的眷族，我允许你认输。你以为这就是我的全部了？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听我号令，不动。居然还圈养着牛魔！骷髅族出击！黑头鸟，靠你了！该死的骷髅，甩不掉的牛皮糖！嚯，你以为这样能让一位半神屈服？巨型战争猛犸，发动能力，战争践踏！碾碎他们！碾碎这些骷髅！牛魔族撤退，后补者出阵。最强牛族生命体，魅惑！反击啊！一击击他，我神飞灭！我去，没想到这控骨者习得的近身格斗技能，作用到骸骨巨人身上竟然这么凶残！去，巨仙猛犸一起上，围攻，围攻，耗死他！神体，好，下温泉。我倾一切代价碾碎骸骨巨人，
塔坪里面的控股者。红魔族上，就是控股者。太夸张了，已经不到对手的千分之一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叫黄塞了，这简直开挂级的碾压啊！唉，我输了。太精彩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者是黄塞。打鹰半神得到的神域核心碎片果然更为沉重。你好，阿武。血腥竞技场管理人员邀请见面。不用害怕，我们是血腥竞技场的管理人员，不会伤害你。你们把我拉到这里想要做什么？我们看了你的比赛，认为你有资格成为血腥竞技场的继承者。顺便说明，血腥竞技场本就是为主人挑选继承者的测验，凡是越级挑战获胜的选手皆有成为继承者的资格。你愿意成为血腥竞技场的继承者？啊，继承者？血腥竞技场人流量巨大，光是每天从这些人身上挣的神力都不是小数目。只是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哪有这么容易，肯定有猫腻。在下决定之前，我需要知道血腥竞技场有多少个继承者，且成为血腥竞技场的继承者后有什么样的待遇和责任。韩武同学，你没有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真的很出乎我们的意料。既然你诚心发问，我们便给你解释。血腥竞技场目前共有349名继承者，其中神性生物221名，半神118名，真神9名和主神1名。成为继承者之后，你将获得血腥竞技场的永恒坐标，可在血腥竞技场收录的所有位面进行无器械定点传送，但每次传送要消耗100万神力。此外，你还会获得血腥竞技场的授权，可在神域建立一所特殊的血腥竞技场来培养眷村。至于责任，就是当继承者的数量达到500时，血腥竞技场会开启继承仪式，而你必须参加。以血腥竞技场的尿性，继承仪式绝对不是简简单单举行的仪式，估计是让500名继承者进行厮杀，只留下最后一个人成为主人。不过我是第350个，那距离500还远得很，那时我成为了神王也说不定。所以你愿意？我愿意。恭喜成为血腥竞技场的第350名继承者。韩武同学，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咱们这次发财了呀。拿好。这是几个零？是十个亿。韩武同学，十亿神力怎么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想明白的。我建议你先购买合适的神器。神器？我现在还只是神性生物，连半神都不是。能掌控神器吗？没问题，老师我怎么会害你？我刚好知道一家贩卖神器的店面，绝对能够帮你找到适合你的神器。黄塞，我可算找到你了！老师救我！哼，黄塞，谁敢伤我学生？别误会，我不是来报复你，我只是觉得你实力不错，想交个朋友。我是金溪学院大一学生，真名叫向王。大一？原来是金溪学院的学生，难怪那么厉害。我看你年龄不大，应该还没有参加高考吧？你是哪所学校的预备生？啊，那个，我不是学院的预备生，只是一普通高中生。什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对吗？我骗你做什么？这位是我的老师，他可以为我作证。黄塞同学确实不是预备生，虽说有很多学院向他发出邀请，但黄塞同学志存高远，只愿加入帝都学院。可惜
帝都学院招生的老师对黄灾同学并不感兴趣。原来如此，你的眼光很不错。帝都学院可是三座顶级学院里最强大的存在，我很看好你。你的事我会向学院上报，学院大概率会对你进行考验，你只要能抓住这次机会，进入帝都学院的预备生名单不是问题。你真的会帮我吗？哈哈哈哈，你潜力很大，成神之路漫长，有几个伙伴能够相互依靠，自然要比单打独斗更轻松。而且只要你通过考验，学院也会给我一笔资源作为奖励，白拿的奖励我为什么不要啊？那就有劳猛哥了。小意思，不过打铁还需自身硬，想通过帝都学院的考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加油吧少年。这名字真是又土又经典啊。走，咱们进去。欢迎光临藏宝阁。二位是要买什么品级的装备，还是要见哪位锻造大师？帮我联系托尼大师，就说老田来访。没问题。托尼大师剪头发还行，但他打造神器专业吗？两位请从这里进。走。老田，这次你带来的肥羊够不够肥？我去，现在跑还来得及吗？托尼，严肃点，这是我的学生。老田的学生？那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本店的服务宗旨。本店童叟无欺，没有学生价。我操，童叟无欺是这么用的吗？学生价该有还是要有的呀，学生赚钱多不容易啊，拼死拼活打场比赛才赚十亿神力。韩武同学，托尼这人刀子嘴豆腐心，说话难听，但打造的装备是真的好。老田啊，这么多年我总算从你嘴里听到句人话。说谁刀子嘴，说谁说话难听，要不是看你给我介绍客人，我就来。我带你看一下我的作品。哇，每一件都印着我的专属印记，都是我亲手打造。韩武同学，你比较喜欢其中哪一件？考虑到接下来可能要面对京都学院降下的考核，蛊壶价值四神星，换算为神力不到六亿，我要二星神器蛊壶。蛊壶二星神器，作用一，炼蛊内含空间，可收入最高十万只虫族进行炼蛊仪式，入内虫族会进行厮杀，最终存活下来的唯一存在有一定几率实现等级提升，最高可炼出英雄生命体虫族。作用二，附带神术引虫，可吸引周围虫族靠近，神术范围随投入神力大小而定。二星神器蛊壶并没有强大的力量，但它却是最适合韩武的神器，果然好眼光。四神星，或者五亿八千万神力，你看怎么支付？托尼，给点面子，便宜点，不然送点东西也好。你不给面子，我可骂你了。好吧，好吧，收六亿神力，赠送一个灵形神器，暗色之眼。这东西买完，收工。贵客稍等，贵客。我这里有按照失落文明的残卷新打造的一件特殊神器，我觉得和你的气质很搭。让我看看。好你个托尼，我拿你当朋友，你拿我当冤大头啊。我探查了，这破球啥能力也没有，你真当我不敢对你动手吗？你们耐心听我解释啊。这件神器名为贪狼，来自一个早已失落的文明，它靠吞食神器成长。贪狼来源自劫掠成性的失落文明，众所周知，神器的认主很难为他人所用，致其神器成为废铁，统治者痛心疾首，即能工巧匠之力化纪元铸就贪狼。贪狼独特，吞噬神器，继承其能力，贪狼日益强大，威震四方，引起数十个文明的愤怒，最终致其文明覆灭于联合攻击，永沉历史长河。贵客，
现在殿里大酬宾，这件失我文明的神器现在只需要十亿神力就可以拿到手，你还在犹豫什么？十亿神力太便宜了，导致一个强大文明毁灭的神器怎么可能只值十亿神力？开什么玩笑？因为我得到的是残卷，这件神器贪狼有那么一点点小缺陷，它依旧可以吞噬神器获得成长，不过成长的效率会慢十倍。吞噬神器之后，它只能继承一些被动作用，无法继承附带的神术。这不就是废品吗？老天，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不能侮辱我的作品。这件神器我买了，我出四亿神力。韩武同学，四亿可不是小数目，有钱也不是这么造的呀。神器贪狼能够吞食神器，试想抢到了敌人一把强大的神器，无法轻易毁灭，这个时候把神器交由贪狼吞食，不照样能够起到虚弱敌人力量的作用吗？田老师，您误会我了，我是真心欣赏托尼大师打造的神器，他仅凭残卷就能把神器贪狼打造出来，就凭这点学生就愿意拿出所有神力去支持他的锻造，奈何学生太穷，仅剩四亿神力，不知托尼大师能否愿意割爱？你真的很欣赏这件神器？真的。行吧，四亿神力就四亿神力，千金难买一知己，神器贪狼归你了。成交。很好，我骨开始认主了，开始练骨吧。啊，贪狼怎么毫无反应？你这是吸血鬼啊？这就是贪狼，怎么看着更像二哈啊？刚召唤出来就被暴食律法影响了吗？不过祖宗啊，我现在穷得快吃土了，哪来的神器？那、啊、其他眷族在干嘛呢？一个个都很上进嘛，依靠从院种那边坑来的圣武之源，终于把暴食律法修复提升了三级了，而三级的作用确实超强，光是靠吃就能进化至精英生命体，如果进一步修复升级，就能让普通生命体进化到超凡生命体。如此一来，我的蝗虫在有充足食物的情况下，岂不是能全员晋升到超凡生命体？那可是上百亿的超凡生命体呀、啊！是时候开始新的献祭了。130亿蝗虫献祭。这就是130亿蝗虫生命献祭的奖励吗？果然呢、啊、比以前的好太多了。选项一，10000名夜魔族猎手超凡生命体。选项二，3星神器霸刚刃。作用一，既是神器又是圣物，可充当3级圣物使用。效果，使核心眷族获得召唤钢刃作为武器的能力。作用二，对野兽杀伤力提升 15%。 作用三，附带神术霸体。选项三，2级圣物点化石，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核心眷族有一定几率被点化为半人形态，核心眷族必须为非类人、非亚人种族。半人形态，简直变态啊！必须是你。哎呀，我的天哪！眷族名称：蝗虫人。眷族等级：超凡生物。眷族天赋：飞行、低级智慧、类人躯体。信仰等级：狂信徒。信仰之力：
5万每天，繁殖能力5每次，产出更高品质的蝗虫卵，生命周期10年。哇，牛逼！信仰之力还那么高，神星，快到我碗里来！田老师，韩武同学，京西学院下达了对你重新进行考验的通知，明天会有招生老师来学校找你进行测试，你要提前做好准备哦。嗯，好的，田老师。最近神域发展怎么样？如果你缺少资源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些稀缺资源网上买不到，我家半神多，倒是有些门路。哎，你家族能搞来神域核心碎片吗？我现在需要从7级升到10级的神域核心碎片。哦，能搞到，但价格有点小贵。就算凭咱俩的关系给个成本价，也不是笔小数目哦。估计需要4亿神力呢。明白了。果然，贫穷限制了我的发展呢。不过，我家里说了，如果你能卖给我家1000头超凡生命体的骷髅骑士，倒可以用来抵消这笔神力。超凡生命体的骷髅骑士，成交。竟然那么干脆，早知道我就说要烟霄生命体控股者了。韩武同学，京西学院的考核老师到了，正在教导处等你。好的，我这就去。是你？哼，这小子海选没过，竟然有门路走内嵌。不过能走内嵌又怎样？京西学院的考验可比高中考核难多了，并且为了杜绝作弊现象，考验限制只能核心卷族参加。这小子的核心卷族是什么？最低等的蝗虫。韩武同学，接下来我将代表金溪学院对你进行考验，你可有疑惑？没有。这次考核你要入侵一个庞大文明的边小城，名叫多龙城。该文明有一套健全的等级制度和职业体系，你和你的卷族都会受到影响，被制度认定是灾害性活物后，多龙城内的职业者会主动去讨伐你，追杀你，直到将你彻底消灭。你的任务只有一个，至少击杀一名守护多龙城的英雄。老师，我想问一下，多龙城一共有多少兵力，以及有多少名英雄？多龙城虽是该文明的边小城，却也拥有1000万人口，职业者的概率超过10%。英雄的话，一共有5名，其他信息需要你自己抵达该文明后自行探索，你还剩1天的准备时间。好的，老师，我知道了。田老师，我想用最近所获的班级积分兑换3件1级圣物。没问题，你随便挑。神域核心已提升到10级，空间已扩大。接下来再把刚得到的3件圣物加载进去就行了。1级圣物毒线，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有一定几率促使核心卷族获得毒属性，并生长出一颗毒线。1级圣物地核，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有一定几率促使核心卷族获得地属性，提升防御力。1级圣物妖精短弓，既是圣物又是神力武器，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有一定几率促使核心卷族获得召唤短弓作为武器的能力，宿主神明获得召唤妖精短弓本体的能力。加载成功。大部分天魔虫有的毒线，半数沉沦虫防御提升，而几乎所有的蝗虫人都能用短弓作战，应对这次考核应该可以了。握住它后，你和核心卷族会一同传送到多龙城的外围。
检测到入侵者，请迅速离开当前位面，否则将冠以魔物身份进行清除。入侵者拒绝离开，认定为魔物，代号魔王之王，计算魔物等级，开启魔物界面。这是个人信息面板吗？那能查到新诞生的两名英雄生命体黄虫人的等级信息吗？等级60级是什么概念？在没有参考之前很难进行判断。神明，有生物在攻击我们。什么？在哪里？快带我去。出发，查看敌情。奇怪，怎么凭空冒出来这么多魔物？孙，你应该高兴才对，魔物多了，我们收获的赏金也会增多，攒够了钱，我们也能进行二转，提升小队实力。多谢了。高超，来多少我杀多少。大家小心，以子照应。去吧。他们四个人身上都佩戴着一种同样式的徽章，区别在于索恩的徽章为白银质地，另外三人的徽章为青铜质地。这么看来，领头人是索恩。这里魔物太多了，我们杀不完，现在准备撤离。你去测一测他们的实力。去走。居然是三转级别的魔物。逃，快逃。大家分开逃，我为你们争取时间。蓄力弹。太强了，完全没机会了。我去走。不要。丑陋的魔物，你别过来，不要靠近我们。我一个美男子，你怎么能说我丑陋？想活着离开就乖乖回答我的问题，你们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哼，我才不会回答一个丑陋魔物的问题。喂，我只是吓唬吓唬他，没让你真的动手啊。吵死了，按住虫，毒哑他们，让他们给我闭嘴。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我问你啊，我在你眼中是什么模样？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触角。这尼玛不是大号蝗虫人吗？这应该是本土意志刻意对入侵者进行的形象丑化。很好，继续回答我的问题。好了，我要问的就这么多，你可以走了。得抓紧时间把魔物大军的消息汇报给冒险者工会才行。看来这里就是目的地了。对不起，我的信息还不能暴露，在我完成任务之前，你还是先休息休息吧。等我离开你就没事了。按照索恩的回答，多隆城冒险者工会有上百万冒险者，要是直接攻击的话，只靠我们这三个相当于三转等级的战力可远远不行，得想办法增加高端战力，至少得三转水平60级以上才能拿得出手啊。哥布林聊胜于无，虽然大部分哥布林等级低下，不过这个哥布林首领等级竟然有62级，而且已经达到了三转水平。但问题是，他怎么会有职业？如实回答我的问题，你的职业从何而来？我吃了不少冒险者留下的职业碎片，就
获得了职业。吃职业碎片能获得职业，那我的蝗虫人就能转职了。蝗虫们，密切注意冒险者行踪，给我大肆收集职业碎片去。是时候开始融合职业了。还缺个远程攻击手段，正好可以给我的英雄生命蝗虫人。成功了！如果能够再吸收一份对应的一转职业，一定会再一次获得提升，达到三转职业。到时候要想拿下英雄，可不就是手到擒来。神明，我们找到一处山洞，山洞里释放的威压让我们不敢靠近，快带我过去。神明，就是这里了。这种气息很强，夹杂着一种神力的味道，值得去调查一下。啊，以前上课时听老师讲过，一些外域文明经常将无法轻易杀死的敌人进行封印，看来眼前这头黑龙便是被强者封印在此的可怜虫。正好现在我的眷族实力有限，要想稳赢还是得多征召一些魔物。探测之眼启动。黄树人，站住！竟敢大作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进食！我要侵蚀你的灵魂，吞噬你的肉体！我们先撤。释放完了吗？竟敢戏耍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我绝不饶恕你！哎呦，你们令我受伤！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挑衅你，相反我是来帮你的。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已经识破了你的诡计，趁我现在还没有生气离开这里，否则我会将你吞噬殆尽。受困于此的你还有将我吞噬殆尽的能力吗？真是吃我一惊。跟你的臭手，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的防御是无敌的，你根本伤害不了我半分。那意思是这个？这玩意儿也太硬了吧！不行，不给他点伤害，他是不会好好说话的。万里神力，万众，血如斩！卑微的马虫，你居然敢伤害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我还有很多武器，再说下去你可能会反驳。你想怎么样？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击杀一名多龙城的英雄，但我自身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英雄，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伟大的叛逆者雷罗艾尔菲斯被封印在这里已经上百年，无法离开，又如何能帮你？这锁链是冒险者工会为了封印我而彻底打造的神器，哪怕我的黑暗之力也无法侵蚀半分，更何况是你。你跟我说这锁链是神器？没错，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不屑于说谎。那我有办法了，小狼崽子尽情吃，别客气。
快帮我把其他锁链弄断！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命令你！你说什么？快把其他锁链弄断！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命令你！哈？别废话了，快给我解开锁链！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我帮你解开了一条神器锁链，表明了我的诚意。可你帮我做了什么？命令我？凭什么？你要让伟大的黑龙艾尔菲斯帮你做什么？杀一名英雄吗？我答应了，现在快帮我解开锁链！我现在改主意了，我要你为我服务100年，就当是我解救你的报酬。我、卑鄙的垃圾，你在妄想！我可是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我能救你，自然也就能杀你。如果你不愿意答应我的要求，那就只能成为我提升实力的垫脚石。我听说巨龙浑身之宝，就是不知道你的尸骨能为我提供几件不错的武器。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愿意为你服务100年，请尽快解开我的锁链。别急，签个契约先。你这是要我当奴隶吗？你妄想！公族永不为奴，永不！我能感到你现在很虚弱，等你签完契约，这颗暗晶石就给你当零食。小狼崽子，把链条都吃了吧。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自由啊！黑龙刚脱离封印，现在一定还处于虚弱期，咱们五个合力去消灭他。黑龙脱离封印，必定会找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恢复力量，场外区域很大，想要找到他，就需要多龙城所有冒险者的帮助。黑龙外散出的黑暗力量会导致大量魔物发生强化，在魔物没有发起暴动之前，咱们必须先出手，占据主导地位。一条刚从封印中脱离出来的黑龙而已，值得你们这么紧张？你说是不是，屠龙者大哥？一条巨龙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我曾独自斩杀过一条风系的绿龙，虽然难缠，却也不至于乱了我多龙城所有冒险者的阵脚。可是这条黑龙不一样，根据文献记载，他是巨龙族的叛逆者，不能小看他。你是在质疑我的力量？我可是天命锁定的四转屠龙者，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屠龙。这条从封印中逃出来的黑龙就由我来解决，你们只需要做好多龙城的防护即可。屠龙者大哥，我支持你，我跟你去。你们还想继续过着被冒险者屠杀的日子吗？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号召众魔物联合起来，建立与冒险者工会对抗的魔物联盟，以猎杀冒险者为联盟理念。猎杀冒险者，我们可以吗？我们的实力。加入我们，通过击杀冒险者获得装备以及职业碎片，就能来找我兑换能量晶石，从而大幅提升能力。不！魔物联盟！魔物联盟！魔物联盟！突破三关，但供血过多让我头晕贫血，收你500暗晶石不过分吧？别装柔弱了，500颗暗晶石你以为很便宜吗？记得让我分期啊，分期。你已晋升为三转职业黑龙战士，获得天赋黑龙之血，获得技能黑龙化。
发动地雷，黑龙化。你已成功转换为魔王之王。现在应该已经具备了单挑多龙城英雄的实力了吧？怎么了？这是？果然是血统纯正的黑龙，猎杀你了。我的屠龙者职业必将再上一个台阶。屏蔽四周，不要让别的魔物打搅我。屠龙者大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任何魔物打扰到你。风暴结界。125级魔皇之王，没想到多龙城外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的魔物。本想将技能练熟，再去多龙城找个英雄杀杀，没想到却送上门来。131级四种吗？吃我一招！怎么会有两个？竟然是分身技能，看来得赶紧打破结界。熊奥义，屠龙领域。斩！屠龙斩！简直不费吹灰之力。龙魂，给我将黑龙带回多龙城。大二，需要我帮忙吗？不用，小喽啰而已，我自己能解决。屠龙者大哥，你先走，我很快就跟上。好。魔族郡主，我不一切代价破开暴风结界。什么？结界竟然碎了！可恶，情况不妙啊！虽说都是杂鱼，但这也太多了吧！不行，这样下去我的气力会被耗光，你赶紧走！死死死！统统给我死！死！怎么越来越多了？韩武同学，恭喜你，任务完成，现在为你打开回城的传送通道。等等，我现在还不能回去。韩武同学，莫非你是想去营救那头被抓走的黑龙？是的，我必须去救他，他是我的契约伙伴。韩武同学，你可要想好了，如果你去拯救黑龙，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势力？这股势力即便是半神也有很大几率失败，更别说你现在只是神性生物。我知道，所以我向您正式提出，我要求将我神域内所有眷族放出，协同作战。作为交换，我愿主动提升任务难度，拿下整个多龙城。你说你要挑战整个多龙城？够种，你的要求我同意了。最后我再交代你一句，你是真身降临，可千万别陨落在这里。多龙城冒险者数量太多，我的眷族战力虽强，但毕竟人数太少，得找帮手牵制住那些低等级冒险者。看来魔物联盟该发挥作用了。皇族眷族，传递消息给加盟者们，赶紧变封牛魔萨满，随我前往密林。现在连那条黑龙都被干掉，咱们魔物联盟还有什么必要存在？等着被冒险者们一锅端吗？哼，黑龙的那个蝗虫小跟班还想来请我们去冲城营救，依我看，我们干脆宰了他，抢走他的那些能量晶石，直接平分。真是一群蝼蚁，不仅没义气，竟然还想对我下手，我看你们真的是活腻了。我们本就是臣服于黑龙叛逆者，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是在请你们去攻城，而是命令你们违抗城。大人，我们愿意听命于您。全员听我号令，目标堕龙城。放。屠龙者大人，广场上屠龙仪式已经布置好了。另外，蔷薇圣女大人询问你，风行者大人为何没有一起回来？已经十二个小时了，难道在归途中遇到了麻烦？兴许是路上耽搁了吧。等举行完屠龙仪式，我亲自去把风行者找回来。大批魔物向城袭来，所有冒险者准备迎战。魔物攻城了，女人和孩子可以到地下庇护所。所有冒险者和男人拿起武器出城迎战。是人，哥布林，最快魔物居然都出动了。还有大量的飞行魔物，是蝗虫，他们飞过来了。法师用魔法把这群飞行魔物打下来，快。快干掉这些飞行魔物！士兵们，阵营敌，法师们，集中魔力，发动爆裂魔法！士兵们，击退入侵者，不给大家屠龙助兴！求奥义，蔷薇森林。可恶，被挡住了！我闪！控服者，出击！召唤！艾尔菲斯，我来救你了。你怎么来了？既然我们签订了契约，你就是我重要的伙伴。对于伙伴，我怎会见死不救？自不量力，敢来这里闹事。无胜，接下来看你的了。区区魔物，竟敢在洛龙城放肆！看我不把你们打成肉酱！给我死！屠我神明主，必杀！神锤在此！我的藤蔓！哇，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屠龙仪式只差几分钟了，明明就只差几分钟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死！哎，好饿呀！我的龙魂，死！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啊？为啥打烂了还能合在一起啊？好戏看完了，贪狼，去把锁链咬掉。可靠的伙伴，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让我永远记住你。既如此，那就多为我服务几百年，来偿还我的恩情。吃了这几个安情石，能恢复伤势。黄种人，出阵，帮助神锤。不行，这么拖延下去，届时城里城外所有的冒险者全都敢赴于此，那我就危险了。亲爱的朋友，伟大的叛逆者黑龙艾尔菲斯要将名号赠予你。我亲爱的朋友，
从此以后，你便是伟大的叛逆者。这是，竟然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在不停增长，那就拿你来试试手吧。一个化，哎，暴风斩！什么情况？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偷袭！不强，无德！召唤骷髅骑士！接下来是。你竟然杀了骷髅！下一个就是你，神锤，他怎么打你的？加倍奉还！多谢神明。你不要过来！啊啊啊、什么？疯了！十字架！剑圣，完了，得赶紧润。这又是什么怪物？嗯，不好！魔物大军，清剿全城，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物品，就能来找我兑换晶石。我真的是好久没这么开心了。谢谢你，我的朋友，艾尔菲斯愿意追随于你。以后无论有什么需求，都请来找我吧。阿武同学，你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任务已经完成，传送通道准备就绪，你可以回来了。好的，老师。不过，我能在这儿建立一座通向我神域的稳定传送门吗？我愿意用所有的战利品来换。嗯，韩武同学，你考虑过隐患吗？建立稳定传送门很简单，可万一外域文明通过传送门反攻你的神域呢？稍有不慎，就会落得神域核心破碎的下场。老师，我想好了。既然如此，十天之内我会助你稳定传送门，并赠送你一套玉鼎装置。只要外域文明强者使用传送门进行传送，你就会收到警报。谢谢老师。多龙城现在就交给你来管理，我会留下骷髅族、牛魔族镇守，防止职业冒险者团队反攻。如果多龙城无法保住，就赶快传送回神域，不要为此损失太多眷族。哦，知道了。打开传送门。等等，韩武同学，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眼睛？难道是因为特殊职业叛逆者的缘故？查看当前信息。我去，竟然级别不够，无法查看。韩武同学，你出色地完成了金溪学院的考验，获得了金溪学院预备生名额，但想要入学，还需要满足几个条件。哦，什么条件？一，核心眷族为天生精英生命体；二，培养出一名英雄生命体；三，自身神性达到四点以上；四，拥有一名圣徒。你只要完成上述条件中的两个即可。现在你已经满足了条件二，需要再满足一个条件，才能够以预备生的身份进入金溪学院。啊，这未免也太难了。这是金溪学院的规定，我无力改变，但金溪学院的大门以后将为你敞开，努力吧，少年。老师，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尽快拿到一点神性吗？嗯，晚了，这话你早一天说，我还能给你匀出一点神性，但现在神性已经被我用光了。不过28天后学校有考核，会奖励一点神性。嗯，哎，韩武同学，收起你怀疑的眼神。老师以自己的名誉发誓，我说的是实话。
没办法了，一把吧。神秘剑姬，没有神像，明天再来。哎，竟然又没有，明天继续。曾经有一张神性卡在我手里，我没有珍惜，而是拿去换了1亿5000万神力，直到现在我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紧紧握住那张神性卡，打死都不卖。嗯，大佬，今日份的圣物之源可有着落？哎，元仲是一位真神，找他借一点神性，他不至于没有吧？一点神性，这位大神即便不是真神，也应该是一名资深的半神，可只借一点神性，不会是不打算还吧？有了。啊，这么快，果然是土。这是什么鬼？哎，上网查一查看看吧。神核废墟是神核文明遗迹的工程项目，带有辐射，而这里大部分生物也因此变异成基因紊乱的怪物，只能靠吞食辐射性矿石生存。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矿石在怪物体内形成了引导基因变异的基因石，而这种石头对培养眷族特别有效，在半神和真神中很受欢迎。哎，院种啊，你可真看得起我，让我一个神性生物去和半神真神抢基因石，不知这门票能卖几点神力。人工变异兽饲养场，对啊，我有分解机啊，就算是低劣的辐射矿石也能提炼辐射晶石，变异兽服用了还不得蹭蹭变异，凝聚出更强大的基因石，看来得去实地考察考察。异域生存守则，人生地不熟，安全第一位。尊敬的神明大人，想必您是第一次来神核废墟吧，不知您可需一位老师可靠的向导。给我一个雇佣你的理由。我知道神核废墟里18处变异兽聚集地，每一处聚集地的变异兽都有各自的特别之处，我还知道小镇里各个补给点的信息，谁实诚谁狡猾，谁爱小动作，我一清二楚，保证神明大人能够把猎来的基因石卖个好价钱。我还知道……停停停，我现在只想知道这里有没有贩卖辐射矿石的商贩。没想到神明大人竟是为辐射矿石而来。神明大人，你可能不知道，最近有位神王大人因为买到了低劣的辐射矿石，导致变异兽没能及时完成加强变异，全死了。投资千亿神力的饲养场就这么黄了。那都是因为他没找我买。这位先生，我这儿啊。黑先生，这位是我的客人，他有意购买一些辐射矿石。神明大人，这位就是神核废墟最大的矿老板黑先生。哼，我黑子是整个神核废墟最大的辐射矿石商，整个神核废墟有70%以上的辐射矿石都是从我这里出的，在我这里绝对没有那种低劣货色。我需要一些样品拿回神域测试，你把每种程度的矿石都给我来上10000神力的量。没问题。40000神力换来的21颗辐射矿石，性价比倒是可以，就不知道效果如何，还是得找机会测试一下。这应该是普通生命体的野狼，基因紊乱变异的一级变异兽，生命周期只有20天，想要继续活下去就得使用辐射矿石加强变异。去吧，皮卡丘。只舔了一口，这
这家伙便达到了二级变异的程度。三级变异了，不到十分钟就从一级变异体升到了三级，这要是给神域的眷族使用，那还不竟然被力量撑爆了。果然是辐射有风险，变异需谨慎呢。不过一小块辐射矿石就能换到基因石，试验也算成功了。这个是基因石尖牙，加载入神域需消耗三级权限，作用可诱导眷族的牙齿变异，使牙齿又大又长。副作用，变异的眷族生命将削减三年。小子，识相的话就把你手里的基因石和辐射矿石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半神张刚，如果我不能，你可以死了。哇，黄暴神术加持，狼骑兵抢攻。想消耗我，这可是爷爷我最开始玩的战型。哼，傻了吧，爷会飞。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卖弄，给我下来。半神的招数可真多。狼骑兵，撕碎他。这么多我可打不过，润了润了。我都跑到禁区了，你们还追啊？狼骑兵，给我跟紧了。不是吧，这里的怪看着一个比一个凶残啊。糟糕，都不好整，六位上剑。该死，跑哪儿去了？这里的气场透着诡异，先撤。走，总消失掉了。渴死我了。哎呀我去，变异成这样，这河脸和背量爆表了吧，赶紧回去吧。地图上好像没有这条河。完了，不会是迷路了吧。冷江既然到了这里，就当来赚基因石了。进吧，皮卡丘。看来这基因石也不难赚吧。哎，这么晚了，得找个地方藏身才好，要是万一……那是什么？从散发的能量来看，好像是神河文明遗留下来的神河废墟，若是能在建筑里休息，总好过在荒郊野外担惊受怕。黑龙形态，看来是个废弃的古堡，好像没什么人，但还是小心为上，万一有野兽聚居。纸张，这鸟不拉屎的地儿哪来的纸张？他们在搞什么鬼？神王顶着投资失败的骂名，付出千亿神力，为我们创造这次举行仪式的机会。此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晶石法阵准备，仪式正式开始。成功了，
我们真的成功触碰到了神河文明所留下的封印。网上说神河废墟上研究的项目因为危险系数太高，所以放弃并封印，但现在看来搞变异兽养殖场只是幌子，暗地里研究解开封印才是他想要的。还好神河废墟有限制，神性不超过十点的生命体才能进入，那个神王进不来，那不是便宜我吗？警报警报，检测到解封者并非神河文明超级战士，认定为入侵者，启动防爆模式，入侵者启动受到阻碍，地面支援强行脱离封印，六级变异兽德莫拉被释放，正在镇压。这是什么情况？你们好，一群可爱的神域玩家，我的名字叫异变之源，我的像为了削弱封印的力量，帮我脱离了束缚，我决定选择一个幸运儿成为我的赛者。是谁啊？不如咱们来玩一个小游戏。谁在讲话？这是哪里？小游戏的内容就是培养出一头能够正面击败六级格莫拉的变异兽，每人限量10000单位高纯度辐射矿石，由你们眷族做试验，谁先完成，谁就能够幸运地成为我的载体。我才没兴趣当什么狗屁载体，再不放我离开，我就释放神域里的眷族，把这里踏平。好啊，快释放出来，你觉得我会怕吗？怎么回事？无法沟通神域。第一个弃权者出现。那个，我没办法自己沟通神域，召唤不了眷族。他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混进来的？小家伙，我当然不会让你失望。可恶，只能进眷族，人不能出，逃不了了。不太妙啊！我的眷族食用高纯度辐射矿石后死了大半，只有10%的实力稍有提升。你们呢？我活着的眷族还不到20%。我也是。分解机真是宝贝，分解出的高纯度辐射晶石有6000来颗，只是牺牲了1亿蝗虫才训出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超强恢复力，打不死的大强，靠你了强哥。别客气，多吃点。我的天，他居然成功了，这是什么怪物？为了给强哥增强实力，我可是把所有的基因石通通喂给了他。现在的强哥已经超负荷变异。不过强哥的寿命也被缩短到1天了，好贵啊。格莫拉验收。这怎么打得过？杀！失败者不会活着赢。轮到你了，去吧强哥，实现你的一生最大的价值。你让我兴奋起来了。上！不错，技术激怒了格莫拉。没想到竟然还有剧毒效果，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你说是不是啊，我亲爱的赛体？你说什么？什么载体？你想对我纯洁的肉体做什么？你好，
有了共同的肉体了哦。啊，那那我死了吗？异变之源，定向变异，那我现在是寒武还是异变之源？你醒了，我亲爱的载体。异变之源？是的，我就是你的超级基因异变之源啊！我让你拥有了超脱于神域文明的力量，现在咱们是一体共生。所以互帮互助才是咱们最佳的相处之道。我可是神和文明中能排进第一序列的超级基因，你能成为我的载体是你高攀了，懂吗？不要废话了，我该怎么离开这里？很简单，那套封印已经被我完全掌控。我的手竟然自己动了。